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你羡慕鞠婧祎的颜值、演技，还是影视剧资源？鞠婧祎四千年美女的软文，我刷到过，一笑而过，并没有太在意。后来真正辨识出她的脸，是看网剧《九州天空城》的时候，剧确实拖沓。 雪飞霜、鞠婧祎饰演是真的好看。后来又追的一部网剧是《云汐传》，剧没看完，但名场面也都有记忆点。那个母凭子贵片段更是被称为视频剪辑的热门素材。鞠婧祎搭档于朦胧出演新《白娘子传奇》的消息一放出来，我就很期待这个剧了。于朦胧是我印象中特别有仙气的男艺人，鞠婧祎的演也是常在我审美上的。 而《白娘子传奇》是我从小喜欢到大的神话言情故事。赵雅芝那版我看过，只是不习惯演着演着唱起来，而且画质不清晰，看的比较少。刘涛版本我是反复看了许多遍的，太喜欢白娘子的端庄大方、智慧，但很讨厌许仙的。若天机之《白蛇传》说剧情魔改，像是打了个《白娘子传奇》的擦边球。我喜欢这剧，但难以把它归入白娘子系列。 《新白娘子传奇》播出后，滤镜过后，逻辑矛盾等槽点颇多，但我还是追完了。于我而言，真的是全靠颜值撑起来了。每个剧都要有闪光点，或演技，或剧情，或特效等等。这部剧就硬靠颜值砸出来的，不由得你不服。满月之下，请相爱。集合穿越、科幻、技术宅。 游戏大神等多种流行元素，剧情有趣而沙雕，播出后就占据了某视频平台的热播榜单前排。鞠婧祎的资源是真的不错，比同期的知名度高的不是一点两点。每年两部电视剧播出，没有爆款，但热度都还不错，和一些八五后一线女星不相上下。这么多年，鞠婧祎的造型风格一直很美，演技却未见提升，仿佛在身体力行告诉观众。 只要老娘够美，一直美，资源就不会降级。这么多女主剧，不知道该羡慕还是佩服她了。最近鞠婧祎的新剧《花容放出路透图，一如既往的美不胜收。长发披散，头簪少量配饰，当下流行的仙侠风古装女服。她的人设包装真的是教科书级别的了，经纪人和营销团队应该作为案例好好学学。 就只是靠人设和外貌来圈粉和巩固流量花旦地位吗？新生代女演员们一个比一个漂亮，但依然存在许多容貌焦虑、演技焦虑等等。鞠婧祎好像并没有这种焦虑感，想要转型。转型风险很大，她的粉丝群体一部分是宅男，会接受转型后的她吗？这些问题的答案，就交给时间来回答吧。